心脏部位啊，好像那噗噗噗噗噗，这样的痛。我又看到那个一个工人呢、啊，戴着一个放大镜呢，啊，戴着一个眼睛上放大镜，啊，这是30-40年前的事啊，戴着这个啊，可以放大了一个袖手表啊，袖手表，现在已经，这个技术啊，已经扩大了，无所谓了。但是对外宇宙的啊，对灵界的理解啊，地球人一直在退化啊，已经退了无路可退了啊，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了啊，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了啊，因为人家每个人都以为啊，老子天下第一啊，老子天下第一，我只要手头上有点权力。我就可以胡作非为，哪怕别人，哪怕别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可以毫无顾忌的，毫无顾忌的在做这个事啊，毫无顾忌的在做这个啊，这个是个天上一个沸点啊，沸点剩下来棒棒，嘣嘣嘣嘣嘣，把那几个人敲了啊，把那几个人敲了啊，把那几个人敲了。要让他们知道啊，他的上面还有人管着他啊，在他们上面还有管人管着他，还有人管着他啊，还有人管着他啊，你不能胡作非为啊，不能胡作非为，你这个一敲一个，可能把那些镇住了啊，可以把那些暂时的镇住了啊，把那些暂时的镇住了啊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哪个地方的检察官啊，可以胡作非为啊，敢想穿不穿不下手啊，所以外星人出手啊，外星人出手，终于外星人出手啊，终于外星人出手啊，拍了几下子，把那些胡作非为拍了几下子啊，拍了几下啊，要去做啊，这个你功能上绝对能做得到啊，形态上难做得到的，功能上绝对做得到啊。一定要做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